法水永长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自杀的母海豚。海豚是一种本领超群、聪明伶俐的海洋哺乳动物，共有近62种，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大洋。海豚是智商最高的动物之一，有着看起来友善的形态和爱嬉闹性格的它们，在人类文化中一向非常受欢迎。海豚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的朋友，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海豚救人的故事，因此他们又被人们称为见义勇为的海上救生员。妈妈妈妈，您快点啊，您怎么游得这么慢啊？你不要游得太快啊，这片海域是有鲨鱼的，小心被鲨鱼抓到。我不害怕鲨鱼，鲨鱼捉不到我的，我游得比它快多了。哎呀，妈妈，鲨鱼来了！你不是不害怕鲨鱼吗？妈妈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快逃吧！这不是鲨鱼，这只是一条小船的影子。不信你看。哦，真的是一条小船的，刚刚吓死我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吓我。孩子，你可别跑得太远了。妈妈您别担心，不会的啦。哦，原来是人类啊。海豚哦，好美的海豚呐！妈妈，妈妈，我看到了，这艘船上有一位年轻的小姐，她还夸我说我很漂亮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不信您也跟我一起到海面上看一看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的。那快一点啦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。嗯，那我们游上去吧。哇，两只白色海豚，好漂亮啊！这鱼就送给他们吃，好可爱哦。再见，漂亮的海豚，我要赶快回家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危险降临到了这位年轻小姐身上，一条大鲨鱼发现了这艘小渔船，并朝它发起了攻击。哈哈，好像是条小船，太好了，只要掀翻这艘小船，我就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。在我船边游来游去呢。啊，不好了，是鲨鱼。啊，鲨鱼掀翻了小渔船，年轻的小姐一下子跌落到了海里。这时候鲨鱼飞快地朝她逼近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
眼看着年轻小姐就要葬身鱼腹时，突然两只海豚从水中游了过来，挡在了鲨鱼面前。刚刚真危险，哎，鲨鱼，你不要去伤害那位小姐，赶快离开。算了，走吧。终于安全了。谢谢你们救我。再见，美丽的海豚，谢谢你们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救那个人啊？因为我们和人类是朋友。我们和人类是朋友。虽然海豚救人的事情屡屡发生，人们也把这些可爱的海豚当成朋友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渔民还是在抓海豚。怎么大家都游得这么快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喂，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怎么跑得这么匆忙？快走，你们不要去那边，那里有人在抓我们，快回头离开那里。啊，那边有人在抓我们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人类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？什么朋友？我们已经有好多同伴被他们抓住了。是啊，我的朋友就被他们给抓走了，还有我的父母，前几年也是被他们给抓走的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，快跑啊！千万不能让他们给抓住啊！妈妈，你不是说我们和人类是朋友吗？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一场误会吧。孩子，不好，有危险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不，妈妈，我要告诉这些人类，我们是他们的朋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抓我们的。孩子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啊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抓吧。好的，让我先把渔网撒下去。渔民捕捉海豚的方式非常古老，他们会用铁杆或鱼叉等金属器具放入水中敲打渔船，发出令海豚无法忍受的噪音，从而把它们驱赶到渔网中。在整个捕抓的过程中，海豚不仅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而且还会被渔网缠住，导致窒息而亡。臭的声音，我的头好痛，实在太痛了。孩子，回来，快回来，危险啊！救命啊，妈妈，救命啊，妈妈。孩子，不要害怕，妈妈来救你了。别害怕，孩子，妈妈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渔船开始收网了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哇，我们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啊。
哈，你看这只海豚可真大啊。是啊，这一网可以赚一大笔钱了。你看你看，这次有一只白海豚，多漂亮。天哪，这可是稀有的白紫海豚，它值好多钱的。快快将它放进船舱里，别让它死了，我想水族馆一定会出大价钱购买它的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这只母海豚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强行带走，无能为力，只能伤心地独自鸣叫着。海豚每隔15到20分钟便会浮出水面换一下气，否则便会窒息而亡。而这只母海豚却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换气，它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而伤心地自杀了。祸起钓鱼。很多人都喜欢钓鱼，喜欢享受当鱼上钩时的快感和将鱼拉出水面的喜悦。然而这些垂钓者从来就没有想过鱼的感受。哈哈，有了，上钩了。林先生特别喜欢钓鱼，有些人认为垂钓乐趣胜过钓到鱼，但他钓鱼的目的不是享受乐趣，而是要钓到鱼的，所以林先生每次都钓很多鱼回家的。哟，小林，你又去钓鱼了吗？是啊，我今天大丰收哦。等一下，我拿几条鱼给你回去煮汤，味道一定很棒的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杨妈妈，你看我今天又钓到不少鱼的。哎呀，小林啊，你怎么又钓了这么多鱼呀？杨妈妈，我钓鱼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，每次都可以钓到很多鱼。杨妈妈，我选几条大的给你，让你回去煮汤。不用不用，小林啊，以后你别再钓鱼了。你想想，被钩子勾住嘴巴一定很痛的。杨妈妈，你想太多了，他们是鱼耶。鱼也会痛啊，鱼也是有生命的，你如此伤害他们可是会遭到报应的。杨妈妈，您真是杞人忧天啊。唉，还遭报应呢，现在谁还信什么报应啊？然而过没多久，林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车祸。说也奇怪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，可是脸部的伤势却非常严重。他的鼻梁塌陷，舌根严重损伤，上颚的骨头也碎了，喉咙切开进行插管，嘴唇也裂开，真是惨不忍睹啊。鼻梁、上颚、舌头、嘴唇，林先生受伤的部位正好是鱼钩勾住鱼的部位。林先生对鱼的酷刑如今都反映到他自己的身上。林先生的遭遇并没有引起其他钓友的注意，他的钓友们组了一个钓鱼队，每逢假日，钓鱼队的成员们就会相约去钓鱼。然而这支钓鱼队的成员们在短短几年间便纷纷退出或相继去世。陈先生，钓鱼队里的壮汉，每天早晨都会锻炼身体，遇到假日就和大家一起去钓鱼。然而身强体壮的陈先生突然得了口腔癌，口腔内的癌细胞腐烂，穿透了脸颊，不断地流着脓水。
此时此刻，陈先生感受到，当鱼钩刺入鱼时，鱼心中的痛苦和害怕，当初为了自己短暂的快乐而加诸在鱼身上的痛苦，今天竟然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唉，这真是报应啊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钓鱼了。刘先生，钓鱼队成员，他在池塘边钓鱼时以为有鱼上钩，猛然一甩钓竿，结果带水的钓线碰到了路边的高压线，当场遭电击身亡。在钓鱼队里，蔡先生和庄先生是很好的朋友，有时他们俩会相约一起去钓鱼。墙的另一边就是池塘了，那里的鱼又大又肥，我们从这里爬过去吧，这样比较快。好啊，那我先来吧。嘿，这里的水很清澈，一定有很多鱼。没想到那是面危墙，一下子塌了下来，把庄先生埋在了瓦砾堆里。蔡先生急忙用手挖开倒下的砖头。小庄，小庄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，小庄，小庄。当蔡先生将昏迷不醒的庄先生从瓦砾堆里救出来时，他的双手也受伤了，两人一起住进了医院。伤者嘴唇内侧有个很大的伤口，必须缝合才可以。嗯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哇，这么大的针啊，刺下去一定很痛的。我简直就像一只被鱼钩勾住的鱼，鱼被钩勾住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么痛苦吧。我过去真是不应该钓鱼的。从此以后，庄先生发誓再也不钓鱼了。而蔡先生双手严重擦伤，好长一段时间无法活动自如，自然也没办法再使用钓竿。蔡先生也因此放弃钓鱼，离开了钓鱼队。田先生，年轻时就喜欢钓鱼，退休后更是天天在池塘边垂钓。有一天，田先生钓鱼的时候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跌落池塘里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不好了，有人掉进水里了。快救人呐！他还有呼吸，快，快叫救护车。病人不行了。钓鱼其实是一种杀戮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鱼的痛苦之上，这种做法难道不会遭受报应吗？鱼虽是低等生物，但也有感觉，也和人一样都希望存活下去的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钓鱼为乐，任意伤害鱼的生命会天理难容啊。大猩猩救男童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动物园里。这一天，一位3岁的男孩跟随着父母来到动物园游玩。年幼的男孩对动物园里的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新奇。宝贝，你别乱跑啊，小心一点。我知道的，这里好好玩哦。儿子，
我们先去那边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一下子我们去参观星星区。嗯，好的。宝贝，你捡这么多石头要做什么呢？我准备用它们把那些打瞌睡的动物打醒。儿子，你不能这样做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想看它们动起来哦。刚才我看到那只犀牛一直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我想让它跑起来给我看。它们不动，那是因为它们累了在休息，我们不可以打搅它们休息的。是啊，动物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能伤害他们的。我扔的石头又不大，伤害不了他们的。那也不能用石头丢他们啊。你想，如果有人拿石头丢你，你会高兴吗？动物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有感情的，他们也知道痛，也知道谁对他们好，谁是他们的朋友。你不是一直喜欢和小动物交朋友吗？所以你能用小石头丢你的好朋友吗？嗯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用石头丢我的朋友的。嗯，宝贝好乖的，好懂事的。宝贝，来，过来跟我们一起吃点面包吧。嗯，真好吃。哇，好多鸽子啊。宝贝，你可以喂他们面包吃哦。就在这个小男孩开心地喂鸽子时，一个大一些的男孩突然跑了过来，将正在吃食的鸽子全部吓飞。都给我飞起来，飞起来！啊，你为什么要将这些鸽子吓跑啊？我就是要吓飞这些鸽子。你看，它们飞起来的样子比在地上吃东西的样子好看多了。可是你这样吓鸽子是不对的，动物跟我们是朋友，我们不应该吓它们的。哦，动物怎么可能跟我们是朋友呢？就在这个大孩子对动物是人类朋友这句话存疑时，他的父母走了过来。这个小朋友说的没错，动物的确是我们人类的朋友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关于动物救助人类的故事有很多，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，怎么会救助我们呢？妈妈，那你给我讲一个相关的故事给我听吧。等回家以后我再讲给你听。我们现在要去看大猩猩了，要知道大猩猩可是与我们人类血缘最近的动物，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和大猩猩可以说是亲戚呢。是吗？哈哈，那我们就快去看看他们。这时候，小男孩的父母也带着他一起朝猩猩区走去。宝贝，我们要去看大猩猩了，快过来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看大猩猩的。它们长得真大。宝贝，小心一点啊，别趴在护栏上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快来看啊，那只母猩猩还背着一只小猩猩呢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男孩突然一下子不小心从护栏上翻落下去，掉进了猩猩活动区。不好了不好了，有个孩子掉进猩猩园区了。儿子，我的儿子。儿子，不要害怕，爸爸来救你。先生，你不能这么做，里面太危险了，你贸然下去搞不好还会伤到自己，到那时候你怎么还能救你的儿子啊？是啊，我们得赶快找公园的管理员。对对，赶快把公园管理员找来。儿子，我的儿子。跌落到猩猩园区的小男孩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在他的周围有几只大猩猩，每一只的体型都非常的壮硕，游客都惊恐万分，生怕猩猩伤害小孩子。啊，不好了，那些猩猩发现了这个孩子。天哪，这些猩猩都是那么的强壮，万一他们对孩子下手，那要怎么办呢？
要知道，一只成年大猩猩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天啊，这个孩子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动物园的管理员怎么还没来呀？啊，不好了，又有一只猩猩朝他走过去了。这时候，那只母猩猩一直走到了小男孩身旁，谁也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天啊，这只猩猩究竟要做什么呢？他不会真的要伤害这个可怜的孩子吧？园区内其余的几只大猩猩似乎也对这个小男孩发生了兴趣，他们也朝小男孩所在的位置逼近。你们看，那几只猩猩也朝孩子走过去了。就在众猩猩越来越接近小男孩时，那只母猩猩竟然转身护住了小男孩，并驱赶那些猩猩，让他们远离这个孩子。你们看，那只母猩猩好像在保护这个孩子。是啊，你们看，他把别的猩猩都给赶走了。突然，那只母猩猩一下子将小男孩抱了起来。众人看到这一幕后，刚刚放下的心又一次提了起来。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你快把他放下。哎呀，你小心别激怒了那只猩猩啊。我的儿子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可是那只母猩猩却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举动，他竟然将小男孩抱在了怀里，并将其放在了管理员可以出入的闸门附近，好让管理人员将他救走。这时候，动物园管理人员终于赶来了，他们通过进入闸门将小男孩救了出来，然后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经过医院的抢救，小男孩并没有生命危险，而那只救护小男孩的母猩猩则被大家称之为英雄。你看新闻了吗？就是这只猩猩救了那个小男孩，他真了不起。当然看了，这只猩猩现在可成为了动物园里的大英雄了。护持中华国际狮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狮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岁末总回向，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祈福消灾超荐法会，恭送金光明最胜王金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暨佛前大供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1日星期日到1月2日星期一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